What?这样吧，这一场揭幕之战，哎，鞋子插出来了，南风，南风走的慢了吧？哎，被指过来了，不过还好后续没有人跟得上了，对，其实这个还是浪费了一个召唤师技能。其实方布拉这个阵容看着没打野的动向吧，因为是换边嘛，这是方布拉肯定要拿下路 ，EQ， 但是波龙是没闪现的，这一波波龙被挂了，给人以后交了一个治疗，抬起来了，是的，下路两个人都没有召唤师技能，直接往中路走，这一波。 Rookie 红温了，被定住，闪现定，闪现条，这个是必死的，跑不掉了，应该是要省一个闪了。这是又是打了一个回马枪，哎呦，这波感觉要出事了，至少死一个。南风这里是被卖了，应该这肯定。哎，再搭一下，伤害不太够吧？好，这个加速 ，EQ 没有打出太多的伤害，林伟强被Q了一下这边的蓝博，但是蓝博是没有大招的，五级的 Rookie， 但这一波有闪现，能不能把蓝定住了？一技能没给到。 应该是不好杀了，杀不掉了。Rookie，我们看这一波啊，先指泡芙，先开一个一技能。这波泡芙打得好，然后打不掉定一下。哎，六级想不想来操作一波？可能西亚娜没到六，所以不敢上。哎，这帅哥跑的吗？要打？这能打住吗？这个帅哥有点，他们上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，可能是觉得对面这个上路也到六比较猛，不要去惹人家了。快大招要锤了，帅哥！来回来 ，Q 三打到，但是汉子这边还有闪现的，这边是锤，肯定锤不动呀。但是 MF 在往过走啊，这波是想打的，但是IG明显这波战力更强。是的，而且在这个狭小的路口，我们看一下兰博的位置。 在旁边一直在等，不过夏春风回血了。这波 IG 把这个夏春风放了回血，MF也等到了。这波 IG 还敢打吗？兰博跳了一下，没有。现在有个很重要的点是，剑魔没有大招，但是汉子哥是有大招的。兰博的大招下下来，下的一般。但那边要先打夏武先锋，奥恩过来，身上有一个治疗换出来的，先拿到夏武先锋，冥王拿到。 这边 EQ 挑了一下，小天留走，还不错，MF大招洗一下澡，冥王已经被秒了，闪现Q定住Rookie，另外两个人IG要溃败了，很难跑，很难跑，这两个人几乎跑不掉了，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这肯定跑不掉。哇，这一波的话打了一个灵幻四，哇，峡谷现在这一波付出的代价，血亏是补不回来的。 小天开的很漂亮，杜一B这边先打一套，蓝博的大招撒下来之后，这个时候其实 IG 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，要撤了，完全没战斗力了，完全要撤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汉哥下来，这波小天在旁边吸引了太多注意力了，这汉哥这太阳很有意思啊，而且女坦的这个秒表啊，也是浪费掉了齐亚娜的大招，让 IG 在这一波团战里面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人头，对，其实就是IG这一波上中野的三个大招其实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。 这太行云流水了，就是把前期的节奏，包括杜英币前期的，上路这一波是德赛找到一波机会，而且刚才也说到了，塞纳带兵神龙骨本来就是一个终极天辅助的，EQ 起来没有挑到，大招直接盖到挂上红城，闪现躲开女坦的大招，但这一波 IG 支援过来人很多，三个人要来，大招只剩一个人，这边的话流星都可能要被卖了，许尚放了一个大招，徐若挂了一下，都被秒掉。 林北家房子也要倒，小心叫注意的 EQ， 但是拆一下打出普通的被动，南风这边还在追，能打 Q 技能触发普通被动，震荡猛击。那这样的话打了一波灵幻三，又把这个局势打了回来。上路可以，第一场吧，对，内战第一场，两边也是打大乱斗一样啊。是的，这一波就是这波机会，机会把握的好，对，就是想抓这个冷晒，然后耽搁了太多时间，然后让三个人陷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地。对，然后再加上 IG 这边的支援能力比较强，像齐亚娜呀，像这个塞纳，他们都是属于跑线能力比较强的。然后 MF 的反打刚好给到了布隆，布隆挡住，然后后续蓝波一个大招 ，MF 这波团战几乎没有打上来，全部打在了盾牌上。这波就是南风的这个布隆也是技工啊，技工是的，就是节奏上面让方布拉斯节奏出现了断档啊。
但是杜云碧还是很肥，而且旁边有队友在蹲，布隆直接给大兰博撒大，这个兰博大招效果还不错，杜云碧往后拉一下，布隆顶了很多的伤害，但是正面的伤害被打断，加大的大招效果一般，躲开了。这里的话，小剑应该是要被卖了，杜云碧交了一个闪现，刘青松这里也是被盯了一下，杜云碧那开车护送队友撤退。这一波其实方大斯的主力阵、啊、主力不在正面，德沙的剑魔动碎杀过来，直接被李伟翔跟刘青松打了一套，杨澜怼飞收获人头，又是打了一波一换一，临死的话，直接直接开打这要锤。但是没办法打断，杜云碧是接死了，他接到帅哥这边的近身反黑上，没办法击飞。哎，不过兰博这个大招封的不错 ，MF 这里直接被捡住到死了。线下推大招效果好像还可以，汉子哥这边被打一下，没有人补得上，反身要打，直接把宁王子秒掉。哇，这边的话，小天跟杜云碧，小天也是小天有点跑不掉啊，没有人补上，汉子就差一下。帅哥也是残了，这边的话刘青松指了上来，不过 IG 这边其他人闪现的好像不动，如 K 这边闪现喷火，但是效果好像一般。不过现在瑞斯有点大魔王，开启自己的炽天使还能顶，顶了一下，女塔上上去留人吧，照了一下，追不上了，不太敢上。正面来打的话，如 K 终于是到达了十一级，同时有了双穿大面具，那这一波团战想发钱，那直接下来一个草先隐身，想上去抢到了，抢到了，那这个时候只有六，卖了，要卖了，这一波的话肯定是不打。继续，哇！这一波是宁王下去，上路又来抓，这个时候要限制 Rookie 的一个发育，大招直接盖上，给上红城，哎呦，直接洗澡，直接被洗死了。这边塞纳补了一个大招，依然是没有能够杀掉小天，小天的装备还是很扎实的。加上你本身塞纳的话，现在的输出能力其实很一般。哇，这杜云碧太凶了，直接皇子一 Q 过墙，在旁边看到了帅。小天这波有危险，有危险，这波拉回来，大招直接干。这波的沙地攻了呀，帅哥这边是把小天给瞪了回来。是的 ，IG 是真的没出消化。而且现在整个的局面上，我们看到 IG 的三个防御塔都没了，视野上也有点抢光。这是塞纳的标准肉法，大招给到，把 MF， 大招亏空了。哦呦，刘青松这边还顶住，不一定会被秒掉。但是夏天不想往后撤，他顶起了大灭往前冲，追不了了，马上杜云碧赶到。这一波是瑞兹闪现过去定住 Q 技能，转了一点，一技能成功收获人头。这一波方布拉是可以追击的，方布拉肯定很大。先来看一下这波的大龙吧。这一波 IG 还是不好打，因为蓝波没打，剑魔没打，方布拉这边可以打的。来一 Q 过来，奥恩的羊要等布隆吗？这边大招是直接下下来了，布隆直接被秒掉。那这样的话 ，IG 这波很难。Rookie 怎么办？要秒 Rookie 直接交闪现被盖了下来。而后面战场 MF 这边有点危险。哎，这波方布拉追击有点，感觉追的有点脱节了，不太。这边下来，但是好像是还不够，差一下能够换掉这边的女坦。被 Rookie 换了一个，主要是把打野给换了。对。那这边的龙，齐亚娜是在的哟，宁有可能把这龙再抢下来呀。这个龙拿不掉的。哎。换了个手剑，刚没有看到。哇，这把汉子哥无敌了呀！汉子哥现在是比较无敌，是真的无敌。皇子这里的话 ，EQ 没有挑到人，然后正面的追击其实杀掉一个布隆啊。他们这个时候的选择有很多，我觉得。对，追散了，感觉追散了。对，三个人追兰博反而被换了。啊，那边差点被剑魔秀起来了。这基本上已经算秀起来了，因为拿到了一个1000块的大人头。其实方布拉斯想的也是，我双 C 追你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有春哥增加容错嘛？对。就这一波团战，如果 IG 打不赢，后面肯定就比较难了。这里是一波勾引，打出了加速之后往后拉，皇子就在身后。但是这两个人拿剑魔也没办法，好像。是的，伤害有点不太够，赶紧开车溜，因为他不知道对面的人其他人在什么位置。不过女坦的绕后一路扫描过来，知道自己是没有暴露的。视野的。他如果看到人开车了，就开了。蓝魔不在，闪现指，但是一个最终的布隆。布隆这边顶一下，剑魔再砍，稍微打断一下。这里的话，兰博撒出大招，可以追击，这波可以追击，给他追了被动。汉子哥可能要被卖了，闪现交了出来，没有死。但刘青松直接被秒掉。李伟翔这边要闪大招 ，MF 和皇子的一波配合。这边剑魔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剑魔还是满血，其他的被秒掉，小心的话也被卖掉，春哥卖出来。李伟翔也是有个春哥，但是站起来还是要被秒，一技能。插死了一个兰博，一个闪现，哇塞，帅哥这，现在直接拿条火龙，这边没打野，看一下后面怎么说。奥莱这边这场配合着瑞兹，二打三，这波瑞兹非常可怕，这瑞兹很强，跑步打了一波，对面被打残，但是剑魔已经被秒了，还能追吗？斯纳的状态很好，
泡芙稍微走一下位，一个 W 技能盯着一下看。哎呦，泡芙是点死了一个。这波泡芙的走位虽然很漂亮，但是自己还是没办法顶出。其实这波杜云碧有点急了，因为女坦已经从旁边绕过来了。一些功能性啊，怎么做的都很好。打得很快，林雨翔非常快。这里正面带不来，来不及了，还有最后的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血量。定了一下，好像定了一个宁王，宁王被定了，没办法过来。哎，这一波找机会可以反打。宁王开的还可以，不过这下来直接被秒了。MF 打的扫的非常的舒服，但瑞兹也被杀掉。在这边想定场，杜云碧这边没有办法。MF 都开始满血的，好了，林雨翔拿到一个三杀。这一波只剩下最后一个兰博 ，EQ 过去，下一个 EQ 就跑不掉了。虽然杜云碧被秒，但是林伟翔这个伤害太爆炸了。这一波本来他们想，他想不想管这个兰博，想去推塔的，但如果本来是稍微干扰一下兵线。分了，而且他们的兄弟只会越来越多。都用 TP 过来，汉子哥，这咋办嘛？汉子哥想过来分一分。喝一碗汤喝，汤就没有了，喝一个我们的一口美味状态到位的莫斯利安吧。但这个局面已经比较难翻了。看一下刚才这一波啊，其实，在女坦大招放完以后，我觉得，我甚至以为方布拉斯会撤，而且宁开的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，MF 的位置太好了。对，虽然瑞兹被秒了，但是 MF 跟那个奥恩配合队友输出能力依然很强。是的，这一波 Rookie 是满血输出的。这一波 Rookie 是选择了用自己的大招来配合齐亚娜大招定墙的两个人，所以 MF 这个对面是开出来一个炮车吗？对，开过来一个炮车啊，细好吧，蓝波打大招了。这样的话，正面女塔一个大招没有定住，泡芙的走位还可以，并且没收了这边的杨澜。这边塞纳也是直接给一个大招，但是没有办法阻挡方布拉斯这波推进。对，因为你这里一套蓝剑魔在后面在找女坦，已经被发现了。正面的远古龙还有一半的血线，没收没收没收。正面的血量，齐亚娜宁王有没有机会？直接扫大招，扫宁王，抢到了，抢到了远古龙。兰博这边考虑一下，两个冲锋枪打出来，汉子哥往后一拉。这边的话，剑魔还在前面，剑魔想砍人，剑魔把 MF 给换掉了。那样的话，艾吉感觉其他人要撤退了，前面开一个车，没人敢进去，因为进入了艾吉的一个包围网。对，10%的机会能翻。他这一波就是只能打硬打。我以为 MF 当时已经把宁王扫死了。MF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他不能站在这里放大呀。他站在了一个墙壁的旁边，然后又被推起来。春哥露出来用宁，这个时候泽善。泽善这波还是有失误的，他秒表没按出来。啊，他被他如果秒表再按出来啊，这一波可能就会大获全胜了。这不敢上车，对，明显哦，你拿龙，我正面干扰，然后把你三路拆光，应该是这个想法。防双飞都不在啊，这波指挥挺有意思，但是兰博应该是要过去守的。但你兰博回来守，你正面的人数也不够，你兰博不在，这边团怎么打呀、啊？两边是一个都是三加二，对，这个三加二明显是方布拉斯要赚的。这边打起来，女生要死了呀！喂，这一波的话，女生直接被泽善跟杜云碧，这个朱启两个朋友秒掉了。再拿出一个大招，杜云碧的技能怎么说？开启一个炽天使，感觉打不太过，这边有吸血。小妞，哎呀，这一波本来是，你说好好的，你怎么就上去追人了呢？女坦要被卖了，他们俩，他们想溜，想溜为什么会往那个方向溜呢？你看你盾牌又没了，对吧？你盾牌没了，我羊就来了。这个英雄打龙好慢啊，感觉。这个真的要出事了，可能。但是剑魔也赶过来了。你没盾了，兄弟，嘴两个直接 EQ 进场。这边要把泡芙，泡芙没被秒，王子反而被秒了。剑魔赶过来，炸掉王子，大招扫起来，扫龙，齐亚娜抢到了大龙，不能说抢掉，保住了大龙。没有抢掉大龙，没有抢掉大龙。这把游戏还有1分20多秒的一个大龙 buff 啊。不过远古龙即将在40多秒之后成功就刷新了，还是要打远古龙。这波远古龙团战将会决胜。这波皇子位置，剑魔直接开大招想拉过来，小心。小天被秒了，哎呀，杨澜能怼出来吗？兰博大招配合那个塞纳大招，小天被秒了，在正面，齐亚娜也是被杜一米带走。这波不行了，塞纳跟兰博大招配合太完美了，直接把后排给驱散了。赶紧救出奶一口，但正面能顶住这一波埃及的进攻吗？有 MF 大招强行守，古龙顶大，这边埃及还想吃更多，汉子哥要被拉回来了吗？W 技能解控，还好这波 W 用的很精髓。那这波埃及要打远古龙了。他们想一波，他们想一波，但是方不上的还有四个人啊。兵线补上来了 ，MF 这里一技能远程清炮车，炮车就清掉的话是能守住的。按照目前这个节奏，要小心。一技能一下，没有 A 死杜云碧，杜云碧两下，杜云碧没血了，直接开个炽天使往后溜。但是小天还有10秒复活，一个门牙已经被拆掉。
这边围绕，浩夫要点塔了。顶上去，顶被顶住，留下了顶下连。奥运的大招顶了一下，尽管被秒掉。还把守住，环境还可以。浩夫要当无名，守到浩夫的输出，特别的高。防死来了，大招特别要没有。完了，浩夫的顶不住了。环子来了，哇的天哪！打出一个春哥，但是没用，已经被我输出了。汉子哥，汉子哥的首战没有办法当这个救世主。<笑> 我的天哪，揭幕战就这么紧张刺激吗？